量啊。如果是没有的话，木材是不导电。对，因为木材它是绝缘的哈。哎，金属一定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竹炭，好，竹炭有的也会，有的不会。不会的话，就表示它没有在一定是500度以下它去烧制的。但是如果它超过了，哦，它就会亮，因为那个竹炭或是木炭经过高温的炼制以后，它里面的成分，里面的那个是导电性越好，哦，所以它就会灯泡就会亮。哦，是这个原因。所以是500度以上烧制的。500度通常在700-800度以上。700度就可以变成这种。温度越高，它的导电性越强，所以就越好，它孔隙越大。哎，不能这样讲，只是说我们了解这个性质，然后运用这个性质去做其他的。这个就是温度比较低的。可能化工的材料，是这片，你看，刚稍稍微两两，哎，这片来这样。这越来越高温，你看导电性大，就是多少度的话，那个最高的是700度，是700可以做到700度。那我们有的时候是600度，那电阻性会越来越低了，600度、500度左右。所以是700-800度烧的，对。